方在调查中存在许多不合理、不合规的做法，指控的所谓中国补贴项目也根本站不住脚。中方敦促欧方尽快终止调查，避免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及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如果欧方一意孤行，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